来继续来看，中国禁止台湾的雪茄进口已经两年外，顶礼拜重新来开放，这个月初五出两卡的货柜29,000台斤到中国，想袂到其中一卡货柜阁被查落来，因为阁验出有孤神这种虫。台东县政府先来禁止到29个果农外销到中国10天，讲未来会更加严格来稽查。多大粒的雪茄看起来胖个天，郭金龙准备给搬出来，想要到煞调查头。啊，是真正我拄啊，可能加差不多3-4百粒，啊，即摆就全看会到的，就安尼尔。桂园区拢强要防蚊跳，农民甚至要考虑困伫个产品。台东雪茄出产季节进前阁成功出口到中国，想要到才欢喜报告一礼拜，阁防验出孤型，检验不合格。过几天要出货的这几间。包装厂，我们会做更严格的一个沟通。赵庆玲亲身说明，因为其中一个货柜被检验出孤型，台南县政府公布名单，先禁止29位郭金龙外销到中国10天，传出可能是涉及地头危险出海棠，出柜了后不出来才被发现。我们希望中央能够在检疫的部分做好把关的工作，那能够协助台东县政府以及农民，能够在第一关就做好检疫。今嘛嘛针对通过注册37间包装厂检疫检查确保品质，有专家认为，敢会当通过检验由中国供料准绳，呼吁政府爱分散风险，严格监督，保护农民的心血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